好，欢迎大家来到英俊秀，我是裘英俊。本节目由优自来水鲜水润精粹原液特约播出。可能啊，大家都知道这么一个消息啊，前一段时间广告法修订案的草案当中增加了一条啊，明星代言人不得为其未使用过的商品代言。那我觉得啊，这个二流的广告才是靠这个明星来撑门面的啊，一流的广告呢是能抓住人的心理啊。很多的广告啊，咱们认为哟怎么这么弱智呢，其实你这么认为的时候，他就已经达到了他传播扩散的目的了，对吧？就跟100个女人站一块儿，你第一眼能发现的往往不是林志玲那样，而是杜沁怡那样。还有的广告属于这种暴力式的传播啊，每天你躲不开，最常见就是麦当劳甜品的那个，对吧？就那几句反复说。还有的呢比它低端一点，就是桥膀子底下卖水果的，对吧？也很类似，弄一个破喇叭录好了音啊，刚从山东拉来的锅光大苹果15钱3斤，太甜了啊，听烦了。哎，没关系，可以把这两个呢融合一下，对吧？麦当劳的甜品店也可以改成这样嘛，麦当劳夏日特饮有新地甜筒麦旋风红豆派，太甜了啊。其实啊，对于我们现代人啊，最敏感的声音就是各种的提示音，回复的内容啊，其实很多也是拟声词，对吧？比如呵呵、哈哈、哼，还有么么哒，是吧？这都是拟声词，对吧？估计最讨厌看见的拟声词就是呵呵，对吧？所谓谣言止于智者，聊天止于呵呵。啊，这个说明啊，简单的两个字啊，它带有很强烈、很鲜明的感情色彩。那其实还有类似的啊，比如说同样的字用多用少意义不同，比如说哈这个字啊，一个哈表示附和，哈哈表示敷衍，哈哈哈代表认同，哈哈哈哈代表爆笑，哈哈哈哈哈哈代表键盘坏了。别说数量不同啊，就是接电话的时候同一个字啊，声音可能都不一样，你会听得出来对方是谁。比如说啊，我们那导演杨子要接电话，一听喂，这肯定是个陌生人，对吧？或者新号码他不认识，要是这肯定是他老婆来电话，对吧？要是喂，肯定是实习生，要是喂，这肯定是领导来电话啊，要是哎喂喂喂喂听不见，肯定是要账的。同样啊，这个聊天工具里消息的回复也有区别，要是跟你发着信息啊，这个半天才回复你，这就说明对你没什么兴趣。如果要发过去一会儿就回的，这一定是好朋友啊。发过去信息一秒钟之内就回的，这是阿里旺旺。说到阿里旺旺呢，前些时候马云啊，他的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了，对吧？这事儿挺轰动，而且这股票代码很有意思，在美国上市阿里巴巴股票代码是什么呢 ？BABA 啊，巴巴，这多给咱们中国人长辈儿啊！你们想吧，外国人那几天谈资就是这个，一聊天，哥们儿。你买的哪一只股票啊？我买的中国的爸爸。在我们手机里呢，也有一种声音，是我们绝对不能忽视的，知道是什么吗？闹钟。啊，有这么一个说法，如果你想毁掉一首歌，就把它设成闹钟。现在很多的人们已经修炼出来了，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能够熟练地关闭手机的闹钟，然后继续睡。啊，因此这类人迟到的现象就会增多。那杨子啊，基本每次开会都迟到，就因为闹钟。那天领导问他，今天你又迟到了，是闹钟又没叫醒你吗？杨子说，不是不是，领导，这次真不是。关键是呢，我起床之前我做了个梦，梦见
赵大爷、于丹啊，还有秦红俊、小超这几个人被绑架了，我想救他们，结果闹钟响了，我就醒了。啊，你醒了怎么还迟到呢？领导，我当时想，我不能扔下兄弟们不管啊，我得救他们。于是我躺下就又睡了。在古代也是啊，这个擂鼓助威，鸣金收兵啊，要说这各种各样的声音啊，起到了特定的作用，有的呢表达出不同的信息，有的呢表现出不同的情感，可以说声音啊无时无刻不在陪伴着我们。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说一说这千变万化的声音。要说到人们喜欢的声音啊，那就不得不说到这个音乐，对吧？小的时候大家都上过音乐课吧？哎，这个音乐课呢，本来就让大家放松身心啊，培养爱好。但是对于某些个五音不全的同学，那就是一种折磨。记得那阵儿有一次音乐课，啊，老师要求每个同学上台唱一首歌，啊，最后所有人都唱完了，就差杨子了。因为老师说，那位同学全班都唱了啊，就差你了，来上台唱吧。杨子本来就紧张，一听老师叫到自己，脸都白了。老师一看他紧张，就劝他：“没事，你随便，啊，拿一首你最拿手的歌，你唱给大家听，好吗？”杨子战战兢兢：“那老师，我就给大家唱一首《最美》吧。”大伙一听《最美》好啊，那阵儿还是羽泉最火的时候呢，啊，好多年轻人都拿他当偶像，《最美》那是成名作呀。好啊，老师说好啊，那你就唱吧，《最美》我们听听。只见杨子清了清嗓子：“最美不过夕阳红。”那唱歌唱得好的人啊，其实也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啊。那你说会弹乐器的人呢，可能也能得到大家的好感，对吧？追女孩子更不用说了啊，男生抱着吉他深情款款给女生唱个歌，那女生肯定被感动得一塌糊涂啊。我那个搭档于丹上学那会儿喜欢上一个姑娘，打算跟人姑娘表白，也想学着别人制造个浪漫啊，觉得给姑娘表演个器乐这个想法不错，于是打算效仿。可是这于丹呢，他不会弹吉他啊，弹钢琴这更不会，那怎么办呢？那于丹嘛，从小学相声，哎，快板也算一种乐器啊，对吧？于丹想到这儿挺高兴，就选择了快板。于是于老师找了一个风清月明的傍晚，在女生宿舍楼下打着快板跟姑娘表白了一晚上，真有效果，收入了8.64元。哎，大家别笑啊，你别瞧不起过去这个艺人。过去你要是千八百人剧场没有话筒，演员说出的每个字，你坐在犄角旮旯都能清楚地听到，这就是功夫啊。可现在有麦克风了，对吧？有话筒了，显不出来了。其实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啊，声音是基本功啊，不光是好听，还要声音洪亮，嗓门大，声音大，对吧？让每一位都能听见。不但在舞台上啊，这个其实生活当中声音大也有好处，说话的时候会有威慑力啊。每次我跟我老婆吵架，她都会被我的大嗓门吓倒，真的。这次又是这样，我老婆被我的大嗓门吓到了啊，最后很无奈地跑过来拉住我的手：“老公，我求求你了，我错了，以后你能不这样吗？你的哭声太大，整个楼道都听见了。”有一天啊，我们那个实习生小超啊跟我抱怨说：“邱老师，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这个越高级的手机放出来声音它越小，越山寨的手机那声音跟村里大喇叭似的，你说有没有这规律？”我跟他说：“我说你这发现很重要，但是呢，为了严谨的来证明，你可以做一个测试，啊，把两个耳机塞到你的鼻孔里，然后张开嘴，这样你的嘴就起到了扩音的效果。然后你再比较一下两个手机有什么不同。”第二天，小陈跟我说：“邱老师，不行啊，我做了好几遍这个实验，分贝仪都测了，没啥特殊效果，啥也没测出来。”我说：“小超，其实也不是什么都没测出来，其实我已经测出你的智商了。”大家都知道啊，衡量这个声音大小的单位，就刚说到的分贝，
对吧？关于分贝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啊，比如第一架喷气客机起飞时产生的分贝数相当于全球所有人一起喊的分贝数啊，后来改进了，第二代客机起飞的分贝数呢相当于所有伦敦人一起喊的分贝数。而在美国呢，曾经有一哥们儿啊，自己玩枪的时候走火了，打中了自己的腿，当急救人员来救他的时候，发现他两条腿各挨了一枪。这怎么回事呢？后来他就说了，说我一开始啊是右腿中枪，我就喊呢，但是没人理我，我琢磨可能是我喊的分贝数不够，还不太疼，我朝左腿就也来了一枪，这样终于就有人救过来了。当然这事儿要轮到我们于丹老师身上啊，就没这么费事了。上次他去森林探险，腿让那捕兽夹给夹住了，喊了半天没人听见，结果他果断选择了睡觉，呼噜声把5公里之外的护林员都引来了。有些声音啊听着悦耳动听啊，有些声音呢听着就令人烦躁不安了啊，这都是生理上的感受。还有一些声音啊会给你的心理上造成影响，比如小时候在家偷偷玩游戏，最害怕听见家长开门的声音，对吧？长大了上学上课啊，最愿意听的是下课的铃声，对吧？刚谈恋爱晚上睡不着，最期待的是短信声啊，和女孩约会到了晚上，女孩想回家，最期待的打雷下雨的声音。当然这声音啊也有好坏之分啊，有讨人喜欢的，也有让人讨厌的。上学的时候最盼望听到的声音下课铃声，对吧？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啊，就是其实上课铃下课铃是完全相同的声音，但是听起来会有完全不同的情绪啊。上课铃永远是悲壮忧郁的，下课铃呢永远是激昂美好的。而老师呢也跟我们一样，对吧？对上课铃下课铃的反应完全不同啊，因为老师永远会说啊，比如上课铃响了，他永远会说上课铃都响了你没听见吗，对吧？打下课铃的时候呢，老师会说别听见铃响就往外跑，我这还没讲完呢啊。记得有一次我们上课好不容易打下课铃了，只听老师说，哎呀我这人啊就是有强迫症，该讲的东西不讲完我不舒服。这时候就听角落里杨子小声说，这是病得治。不光这个人对声音敏感啊，海豚啊什么蝙蝠啊都是依靠这个声音来定位，对吧？其实极少数的人通过训练也能达到蝙蝠的水平，靠声音定位。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其实极少数的人通过训练也能达到蝙蝠的水平，靠声音定位，这种人就是老师啊。我不了解现在的老师啊，反正我上学那会儿老师对每个人的声音都很敏感。你看那阵儿我就怀疑我们老师是不是有特异功能啊，因为上次一课无论我们用多小的声音说话，老师走进教室总会说我在办公室就听见你们说话了。有的观众啊也跟我们反映啊，说这个说你怎么老拿老师说事儿呢，这不能怨我们啊，因为眼睁啊老师是一个很拉风的职业啊。你知道老师有多厉害吗？我说一个故事你们知道老师有多厉害。听过狼来了的故事吗？啊，你看放羊那小孩喊了3次狼来了之后再喊大家就都不信他了，对吧？但是我当了10几年的学生，老师来了我听了无数遍，但是每次还当真还害怕，说明老师比狼厉害啊。令我们讨厌的声音啊还有很多，比如这个骚扰电话，对吧？在场各位有没有接到过骚扰电话？都接到过吧，对吧？有些个骚扰电话呢可能就是单纯的无聊啊，但是你大家想过没有，接到骚扰电话最多的是谁？我敢肯定是各大公司的客服啊。我有一个朋友之前在肯德基打工啊，他给我讲过当时接这个订餐电话的很多有意思事儿。
有一次他上班，有人打电话过来了，啊，一般来说约定俗成都这样说：“您好，肯德基外送，请问有什么能帮到您吗？”都这样说吧。对方说了：“我要一个麦香鱼的汉堡啊。”哦，对不起，我们这是肯德基，麦香鱼是麦当劳的，我们这儿有深海鳕鱼堡啊。那好吧，给我来一个深海鳕鱼堡，送到哪儿呢？就送到你斜对过的麦当劳。不是先生，这个怎么啊？你不送啊？不送我就投诉你们。那没办法，送吧。之后你就看到啊，一个肯德基的小哥背着方盒子，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向了麦当劳。麦当劳的人也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切吓坏了，前台直往后边喊：“经理，踢馆的来了。”而且有的时候啊，即使是其他公司的客服也会稀里糊涂的啊，就卷入到两大餐饮巨头的争斗当中。那会儿我们那编导牛牛来我们这之前，在通信公司接电话，那天接了一个啊，尊敬的客户，有什么能帮到您吗？对方这样说：“喂，是10086吗？我手机欠费了。”啊，那您可以到当地的营业厅来充值，或者网上银行也可以来充值。还没等牛牛说完了，这边的哥们说：“我跟您说，我这个手机就欠费5毛钱，我现在在海河东路的公共厕所里了。现在我只能打电话给你们了，我上厕所忘带纸了，能不能帮我个忙啊？”这个我们无能为力。这样吧，先生，我现在可以给您充1块钱，您拿着1块钱求助一下您其他的好朋友好不好啊？这哥们一琢磨，欠5毛充1块就还剩5毛啊，这得联系一个靠谱的啊，万一联系这人他也不来啊，自己手机又打不出去怎么办？那打谁电话能保证能来呢？这哥们想了想，果断拨通了麦当劳的订餐电话。喂，是麦当劳吗？给我来一份麦香鸡啊。送哪儿？送海河东路那公厕第二个坑位。请问先生，您要不要番茄酱啊？番茄酱我不要了，就一个要求，多带点餐巾纸来啊。这骚扰电话还是好的啊，起码你一听讨厌，对吧？你就把它挂了就完了呗。有的声音啊，让你听着无比的兴奋，其实那是天大的陷阱，就是骗子的话，对吧？你看传销啊，什么电话诈骗啊，真的特佩服这些人啊，能把子虚乌有的事儿说得很梦幻，让很多人争先恐后跳到陷阱里。但其实也并不是他们的声音迷惑你啊，有的时候是你自己就说服你自己了啊。每个人其实脑子里都有两个小人，对吧？一个告诉你千万别相信他，世上没有免费午餐，另一个说相信他吧，你这就发财了。这会儿就看你的抉择了啊。其实我经常也能听到我大脑当中这两个小人的对话，听到他们的声音。那天在酒吧看见一美女特别漂亮，当时我就想上去跟人搭讪，然后我那天使小人就说话了：“想想你的老婆吧。”当时我就站住了。这时候魔鬼小人又说话：“怎么样，想过之后感觉确实没有这个漂亮吧？”说了这么多声音啊，要说我最喜欢的声音知道什么吗？就是观众的笑声和掌声了啊。作为一个脱口秀的主持人啊，尤其像我这样玉树临风的脱口秀演员，对，虽然你们经常用一这个高贵冷艳的字眼来回应我，但是我知道其实你们还是很爱我的。现在啊，这个娱乐市场啊，有的人靠这个脸熟，对吧，被人记住了。有的人呢不是啊，他是靠声音被别人记住啊。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就凭借着啊自己独特的嗓音被很多人了解了他，记住了他。这样我们先来听一听他的声音啊，大家猜一猜我们的嘉宾会是哪位。依恋坐在我旁边，厚厚的想念岁月光蔓延。有没有猜到是谁？哎，这个大家都猜到了啊，蔡淳佳。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掌声有请蔡淳佳。
你好，大家好，我是纯佳。你好，你好，林俊，你好。你好，你好。天津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的蔡纯佳。这个《依恋》这首歌啊，这个让这个蔡纯佳还有个意外的收获，是吧？依恋其实因为当时我是2007年第一次来到内地，当时依恋就很多人都知道嘛，然后包括了就是某电视台的那个导演的青睐，然后就可以上了秋晚。秋晚我们应该是中秋晚会是吧？对，中秋晚会。对，据说你演唱这首歌还是这个亚洲唯一授权的演唱者。对，当时就是因为听说有很多版本，但是我的版本是唯一的授权的那个版本啊。这首歌而且还意外的获得了这个金曲奖最佳女演唱者的提名，是吧？不是这首歌，其实不是这首歌，不是这首歌，是另外一首歌，叫做《庆幸有你爱我》。我有点不好意思，庆幸什么？庆幸拥有蔡纯佳那一张专辑。对，庆幸有你爱我，吓我一跳。对，庆幸有。听说这个纯佳还三次登上过这个央视中秋的晚会。是是是，第一年就是唱《依恋》嘛，就是2007年的时候，然后隔了一年，2008年也唱了《银白色月光》然后刚刚这一回就是唱了这个《南屏晚钟》。南屏晚钟我自己也没有料到，因为我第一年到内地工作的时候。他们就说哎，你可以唱中秋晚会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才听说原来中秋晚会是非常大型的演出，才知道说自己非常的幸运因为第一年导演给我的那个位置非常好就是前面是林俊杰，后面是 Rain 哎呀，对，我就夹在两个巨星中间所以我觉得还蛮幸运的。 对啊，今天既然来了这个能不能跟我们来唱两句南屏晚钟？好啊。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南屏晚钟随风飘送，它好像是吹呀吹醒我相思梦。谢谢。这个声音非常的甜美，一下给我们带入到一个非常恬淡的意境当中。除了这个歌，应该说还有很多你演唱过的歌曲，我们也都挺熟悉的比如说这个《爱如潮水》这个女声版这个就是你唱的是吧？对对对。是因为喜欢才去翻唱这首歌吗？当时是没得选择，因为我不是没得选择。因为是公司选的嘛然后你身为新人，你就是公司要你唱你就唱吧。这首歌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我的参与感还蛮重的，因为这首歌的那个编排我有给予我的意见，然后对于这一首歌的那个拍子对，我有就是提议说可能不要那个平时的什么三四拍或四四拍我提议的是那个六八拍。三四是12六八是48，数学不错那你比他那数大我也是这么觉得对，就比较强了刚刚开始你说说唱这首歌当时是没得选是吧这个新人让你唱就得唱。是那今天来到我们这英俊秀舞台要是主持人让你唱你是不是也得唱啊？当然了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答应我你从此不在深夜里徘徊，不要轻易尝试放纵的滋味，你可知道这样会让我心碎。虽然是翻唱但是听出六八四十八来了。对，虽然说我可能不是特别的懂但是确实能听出来很不一样，很不一样。是，谢谢。那这个刚刚你给我们唱了这个依恋也唱了刚刚这首感觉有不一样的地方吗？你在运用声音的上会有不同的处理吗？当然要有不同的声音因为每一首歌它的那个情景还有就是它的韵味会不一样因为依恋本身是一个法国歌，
它要有一点甜的声音在里面、嗯、哦，就好像一个小女生在唱一样，可能它就会比较适合、嗯、如果那个依恋它是依恋就太硬了，就不好听、哦、所以它一定要淡淡柔柔的、嗯、甜甜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嗯、也就是说你在处理的时候声音是要有控制的啊。是哦、嗯，其实你看啊，生活当中有很多事可以模仿，对吧？比如说、哎、模仿他的衣着啊，模仿他这个办事的方法、啊、但是模仿一个人的声音是特别难的。对，哎，这个你像我就觉得我这声音就不适合唱歌，曲艺啊什么，这个相声里太平歌词我都能唱两句，要不这样吧，哎，你唱两句吧，我教你两句，你教我两句，行吧？好、啊。那烧麦出征丧残生、嗯、有肉饼。回营他勾来了救兵，那锅盔挂了那元帅的印，那发了面的火烧为那前部的先锋。哇，好难哦。那我感觉你的共鸣就是比较多在这里的、啊、对，因为这个太平歌词它是这样，它这个特点就是它既不是这个鼻子的声音，也不是嗓子的声音，它是这个两颊骨道的声音。其实这我们也很苦恼，就是因为我们这种声音唱习惯了以后，唱什么歌都这个味儿的。OK， 好、啊、我试试看好了。好啊，来啊。那烧麦，嗯，那烧麦，哎，有点意思啊。出征，出征，丧残声。对于你有点难啊，这个其实下一遍会有更难的，就是你把我教会了。爱如潮水好了，那可能你会比较熟嘛。你最好教一个生的、啊、你要教我熟的我唱不上来，他们太笑话了、啊、你教一他们都没听过的，唱对唱不对他们都不知道的。是是是是、嗯啊、那唱那个、啊、像等一个晴天，那我试试看。等一个晴天，等一个晴天。要等一个晴天，还是这个？这不行。其实这个声音就是这样，就是你习惯了一种发声方法，就是很难去改变。是是是是，对对对，确实是，没错啊。这个纯佳这个唱得非常好啊，这个又既能翻唱，又能自己原创很多歌曲，而且刚刚教的其实也很好，虽然我学的不好啊。这个能力这么强，你是通过多长时间的学习和锻炼达到你现在这个程度的？其实我自己本身在唱歌这方面是没有真正去学过的、啊、我不是科班出身。哦，不是科班。我不是科班出身的、哦、完全是自己摸索出来的、啊、对对，自己摸索的。哦、嗯，哎，好像我听说你在这个唱歌之前还做过一份跟这个完全不相关的工作。对，完全不相关啊。什么工作？我是一名验光师，有眼疾咨询的部分。哦，也有隐形眼镜这个咨询的部分，比较专业一点。哦、所以、哎、你看我这个眼睛有什么问题？嗯、单眼皮啊、对，就是眼睛小了一点。那你说不好好做这个验光师，怎么跑来唱歌的呢？机缘巧合吧，因为我是去试音的一个活动啊，然后跟朋友一起去啊，然后结果我就是玩而已、啊，也没有想太多，结果就被发掘了。所以就这样子就、哦、无心插柳柳成荫。哦，陪朋友去试音。对、嗯、朋友没有选中啊？没有。你被选中了。对，所以以后你们如果想从事艺术考试，你们就自己去。那么纯佳有没有经历过被否定的时候？常常会有啊。嗯，比如说你一进录音室的时候，嗯，可能就会被批评到一文不值。你怎么那么唱歌的？唱歌没有表情的，没有感情的，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其实是很多时候会被否定的。所以从中你就得学习如何去把自己变得更好，嗯，把它当成推动力就好了。嗯，对，也就是说把压力变为动力啊。哎，对。其实你看啊，现在也有很多的选秀节目啊，在选拔好的声音啊。那么你对于好声音有没有你自己的评价的标准？我自己认为好的声音其实就是可以感动人的声音、嗯、可能它不是最美的声音，可能它不是最响亮的声音、嗯、但是它如果一开口它就可以让你很感动、哦、我觉得那个就是好的声音。熟悉这个纯佳声音啊和他歌曲的朋友可能会哎有一个发现啊，就是说有一段时间可能没有听到这个纯佳的声音了，你忙什么呢、嗯、其实我就
在搞自己的音乐啊，然后有自己的工作室啊，然后也开始创业这样子，也开了自己的眼镜店，因为毕竟是我的老板堂。哦，你又干回去了。对，我觉得因为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是我听说，你看我这个人，他们老说我八卦，其实我一点都不八卦，就是有好奇心。我怎么就听说你这段时间，你就找了一个陪你看日出的人呢？你就把婚也给结了呢？对啊，时间到了嘛，应该了，就结了。哦，对，但是我又听说了，说你这个老公啊，求婚跟结婚隔了好几年啊，他是求完了给忘了吗？应该是说求完了之后不敢再求了。对，因为我跟他认识10年才结婚的。所以中间其实他已经求过了，但因为忙于演艺工作嘛，就是说就挪后一下吧。这一挪就挪了大概3-4年。之后其实是我在提婚的，不是他在求了。我就说那差不多可以结婚了吧，这样子。对，脸皮比较厚了那个时候。其实这也不算脸皮厚，这我感觉主要是您先生太有耐心了。他喜欢听你唱歌吗？还行吧，我觉得。可能他不爱听，但也要装得很爱听，我也不知道啊。对啊。那你看我下边这问题都不好问了，他最喜欢听你哪首歌呢？他喜欢听《等一个晴天》。就你教我的这首。是。哎呦，你真舍得呀！你老公这么喜欢的一个歌，你刚才就让我给糟践成这样。那陈佳呢？刚刚给我们唱了很多首经典的歌曲啊，这个最后呢，给我们来带来一首完整的歌曲好不好？是，好啊，没问题。带来这首《玻璃》啊，送给大家，也是我自己写的。好，我们来欣赏这首《玻璃》。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现在啊，有一句很励志的话啊，叫每天叫你起床的不是闹钟，而是梦想。让我的员工呢，每天只做两件事：第一，每天在家等着分手衣；第二，祈祷马云的公司不要倒闭。就把 QQ 密码改成需要背的单词了，结果第二天醒来 ，QQ 就上不去了。心忧炭贱怨天寒，这句话表达了主人公对全球变暖的忧虑。不对，那你像什么电话、短信之类系统自带的程序根本删不了，为嘛他也在那抖呢？我去，那不是抖，那是嘚瑟。有时多想提了行李，二话不说飞去找你。每当深夜寂寞来袭，我更确定我多爱你。生活把我们拆散，但我们不伤心，因为知道爱不能只走到这里，还要往前去。想你的时候你到底在哪里？世界如此安静，安静竟然如此揪心。过去的美丽全都不会过去，在心里被好好珍惜。脑海中那句我爱你像玻璃那么清晰。谢谢玻璃，送给大家。谢谢啊，谢谢，非常感谢纯佳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优美的歌声啊，让我们聆听了你动听的声音。也希望纯佳以后有时间经常来我们的英俊秀来做客啊。希望你再有新的专辑发布的时候，也第一个先教教我啊。好，没问题。好，我们再次感谢纯佳，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再会，谢谢，拜拜。刚刚我们聆听了蔡淳佳啊优美动听的声音，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要聊回我们今天声音的话题。
啊，对很多人来讲呢，学一门啊外语是挺难的，比如英语，对吧？就令很多人感到头疼。这不最近嘛，于丹他爸爸，老爷子开始学外语了。老头说了，说你看这个夏季达沃斯什么的都在咱天津开，对吧？起码得掌握点日常用语啊，马路上遇见外国朋友，对吧？起码跟人指个路啊，打个招呼啊，对不对？哎，学了一段时间，那天于丹带着他爸爸上街了，只见迎面来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美女，老爷子一看眼睛都亮了，上去跟人姑娘打招呼，结果走到姑娘旁边说了一句 Hello 酷狗。咱说的这都是具体可感的声音啊，但是更多的声音呢是人内心心底的声音，这种声音有时候是听不到的啊，需要人们自己去体会，尤其是女孩子的心思啊，都是内敛矜持不轻易表露的啊。有一次小超认识了一姑娘，觉得这姑娘不错啊，打算展开攻势，雨天送伞，晴天送饭。有一天小超就问这女孩，姑娘，你看咱俩交往这些日子了，你说你喜欢的人是谁呀？女孩羞涩地说，远在天边。小超当时就激动了，心想这女孩心里肯定是喜欢我了，就不好意思说啊。于是小超说，那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呗。再看女孩摇了摇头，啊，不，只是远在天边。可见啊，这个声音啊不光能传递信息啊，更重要的是传递感情。比如说某个人爱上了某个人啊，那么对方的声音可能就会令自己特别开心，对吧？对方说的话那就是命令，对吧？你看我老婆，我对她就是要星星不给买月亮啊。关键是我老婆那个声音特别甜啊，说出话来你不好意思拒绝。那天她躺床上睡觉啊，刚要睡着开口跟我说，亲爱的，人家想吃西瓜了，等着等着，买买。说着话我出去了，买回来刚进家门又听我老婆说，亲爱的，家里没有雪糕了，买买买。又出去了，雪糕刚买回来，亲爱的，果冻剩的不多了，买。但是亲爱的，你还有什么想要的一块说行吗？精彩节目稍后继续，精彩节目马上开始。但是亲爱的，你还有什么想要的一块说行吗？老公，牛奶也没有了，另外巧克力还有鸡蛋是不是也都买一些呢？媳妇儿别睡了，起走，跟我超市睡去啊。声音呢往往还能勾起我们很多的回忆啊，有些声音是伴随我们长大的啊，你像有很多我们的八零后的观众，对吧？伴随我们八零后成长值得铭记的声音特别多啊，像各种的叫卖声啊，经常听到的啊，奶油饼棍儿，普洱的馍啊，什么有废酒瓶子的卖，还有那呜呜啊，这是我们天津卖手里糕的啊。声音啊是大自然啊，准确的说是地球对人类的恩赐啊，因为很多星球上是没有气体的啊，声音是没法传递的。地球上之所以有人类璀璨的文明，声音功不可没啊。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音乐愉悦着我们的心灵，语言传达着我们的信息，夏夜虫鸣，小鸟的歌唱，无不是声音的魔术。所以让我们尽情享受声音带给我们的多彩生活。好，本节目由优自来水仙水润精粹原液特约播出，登录乐视网、乐视移动客户端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更多精彩内容请登录新一代视频风行网，登录迅雷看看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关注节目官方微博微视频俊秀，关注我的实名微博 DJ 穷俊，就有机会赢取天津欢乐谷套餐大奖。手机看英俊秀，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天津 APP 手机客户端万事达。感谢您收看我们本期英俊秀，我们下期再会。天津卫视传递生活正能量。